来，心意看这里，跟妈妈看这里。来这里。耶。水上市场。耶。啊，真的有人可以这样停下来买？这里是游览船而已吧，等一下是让你下去走。我听到后面的尖叫声。只是给你那种感觉。来，先加油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这过一个嘛，忝呢。其实都是靠超能力，很快哦，在转弯。这边就有卖那个小包包，你的手机小心一点。右边就有卖那个包包。来，心意跟妈妈一起看我这里。一二耶，好，来换你们。我一点看到在那里。一二。好，要更快呀！那一直哀叫，小怪会怕？不会啊。阿伯他们都会游泳，你不用怕。阿伯不会救你。小怪，你要救妈妈。对，妈妈也是，也救不了你。小怪，如果落水的时候，阿伯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事？抱住阿伯，知道吗？阿伯已经游走了，那你要赶快叫救命。拉住他的裤子，然后我说：“你叫破喉咙，我也不会理你的。”现在滑一样，可是这都没人呢。没有人，来一下就走，来一下就走。那我们这个地方。